看现场画面来关心台东果菜市场旁边的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，这处是归台东市公所管辖的资源回收厂，上午不明原因起火燃烧，熊熊烈焰直窜天际，不但烧毁了一台怪兽，而且火势迅速蔓延，几乎将整个回收厂给吞噬。消防队员获报之后布水线灌救，目前还在抢救，至于详细起火原因有待建设小组的调查厘清。这是我们掌握到来自于台东的最新画面。